我们加多集团目前有四个中心工厂，十一个卫星工厂，目前集团的总员工近4000人，主要是做运动的梭子、羽绒服、童装等加工和研发，和李宁、安踏、彪马、斯凯奇和迪卡侬等一直保持这个紧密的合作。我们的订单量与日俱增，订单的供应柔性呢要求也越来越高，工人呢越发的紧缺。因此2018年我们在高州市的长坡镇启动了智能工业园项目。我们跟捷克的合作是从2009年开始引进第一台屏风机开始的，十多年的合作，我们对捷克十分的信赖。打造智能工厂的时候，我们的首选就是捷克。我们目前投入了4套德国奔马物联网助动裁仓铺布机，之前2个人要9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，现在2.5个小时就搞定。还有 AI 智能验布机、智能打标机、15条智能吊挂物联网生产线、近200台物联网模板机和自动化缝制单元，同时设计了直中挂片、自动分拣、打包系统、智能成品模块，帮我们大幅度地提升了生产效率，也帮我们实现了少元化、低成本的目标。打造数字化的工厂，不仅仅是采购几台智能化的设备，这涉及到整个工厂的改造。在过程中，我们还要面对各板块的物流和信息流的打通难题。这一次的智能工厂打造，我们实现了由订单下达到打包入库、出库各环节，全流程实时的监控，5大模块的物流信息流的全链条打通。捷克的生产管理设备先进，是我走过整个行业最好的。加州和捷克的战略合作是无比正确的，与捷克的合作，这10多年里，工厂中使用全系列的捷克自动化、智能化的设备超1800多台。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，启动新一轮的服装企业技术改造，让产业链上下形成良好的生态格局，让所有的服装企业都能拥有现代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工厂。